前总统陈水扁的健康检查报告，其中前总统陈水扁的健康检查报告，其中监察委员黄光雄公布前总统陈水扁医疗报告影片，影片中看到，当要求扁站定闭眼时，扁前总统陈水扁的健康检查报告，其中前总统陈水扁的健康检查报告，其中。陈水扁在北荣就医时的录影画面，画面中陈水扁脚步平稳，不需要搀扶，双手也没有抖个不停。陈水扁在北荣就医时的录影画面，画面中陈水扁脚步平稳，不需要搀扶，双手也没有抖个不停。